家了哈，也是我们的毕业生，早上好，很高兴哈，能够参加我们今年的幼儿园的毕业典礼了哈。那我们今天是毕业典礼，不是结束的开始，是要到另外一个新的旅程，也希望各位毕业生能够很快的就能够进入家庭了哈。那我想这几年我们西有这种所，在我们的幼儿园培育之下哈，也很多优秀的学生，然后为我们西罗也奠定很多的佳绩的哈。那现在我们西罗幼儿园也蛮抢手的，可能快点报名都有可能会报不到。那代表说我们西罗这种所的幼儿园办得非常好，那也希望说能够继续保持下去。那今天也祝各位毕业生能够鹏程万里，步步高升。在座的嘉宾家庭。